我是猫一杯，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。那么今天就来给你们看看我平时一天都在干些啥。首先，我会每天五点起床给心爱的爸妈做早餐。干嘛？啊？好了，还给你。8点钟，我们一群人准时就在这里吃早饭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公司。早上好呀，朋友们。这样出场好像不太酷。Yo, 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, bro? What's up, bro? 咕啾咕啾。哎呦 ，What's up, bro? 嗯，这样好多了。我们先来撸个妆。今天新到的牛仔外套深得我心。哎哎哎，这位是我们的客服，最近苦于不知道如何回复各位姊妹，所以买了一本《莎士比亚爱情诗集》。那下面我们来产品部串个门。很棒，新品研发会是开不完的，被子都开不完。趁空闲偷偷拆个快递。他是啥时候给我发的验证码？昨天。你在拍什么？一件军酿的风衣，下摆是这个样子的，一份台历。姐，头发。嗯。为什么叫毛一杯啊？滚！哦，新年的第一支香水到了。姐，哥，要不要一起学习啊？这个是比较爱情诗。神经病啊！出去！大家不用惊慌，我们这是在准备拍照片。来，3、2、1，音乐起。I get defensive and insecure。拍完处理一下纸质文件，今天的任务是这么一大沓。躲在这里，他们就找不到我了。不要说话，最危险的就是最安全的。回来就10点了，还拍了两个视频。明早8点要出差，现在3点呀，什么心理？卸妆。按道理来说，这个钟数如果我还不睡，就会被我妈以为我睡醒了。抓去沉郁，去沉郁。再见。